这个是低速表，这个清零，按一下这个，三转过去故障它就是零。这个按这个的时候，这里上面就是显示，显示的话你想按哪一个就往前面的按，对，按一下，按一下，按一下，这个也可以说减小，这个加，那么你设定都多久数量，它虽然减小，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六十个，到了60个它就是自动停机。这个是计时表，这个是报警器，这是报警器，一到了多久这它就被自动的然后这个是调速，这个是调速，打到这边这样一按它就是自动，打到这边这是点动，这一下一下，这个是挂档，到里面就是50，到外面就是100，就是50的时候就是0到50，到这个位置要搬到位，要搬到这个头这个位。就是100。